材11号请准备。大家好，我是10号王彦慈，我今天要唱是我爱唱。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对。
你的声音超级飘，好，但是后面有稍微回稳一些啦。那我觉得你选你的声音跟这首歌，因为是叮当唱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对叮当唱的版本有一个我对他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在。那再加上他歌词写的东西，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声音，你的音色听起来，不管是音色还是音量，听起来都好像不是那么轰轰烈烈，好像太含蓄一点点。对，所以你在挑歌的时候，可能要选一些去思考一下你的声线比较适合诠释什么样的情感。对，这么轰轰烈烈的情感，它势必得要有一个高音的爆发力，然后音量都得要出来。对，那这个就其实很吃声带的能力。对，所以在选歌上面，可能你挑一些轻柔一点的歌，我觉得对你来讲会比较分数会比较高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